今天正式宣布他的副手人选是苏家全。那么苏家全屏东长治的家人非常的开心，说排行老幺的苏家全从小就很乖，做人也非常的好，希望乡亲支持力挺殷家沛。苏家全出现担任蔡英文副手，搭档力拼2012，南部乡亲放鞭炮祝贺。苏家全住在屏东长治乡的家人更是开心到拍手叫好。啊，黄一白啊！我是大嫂，还是三嫂？哦，当然是为阮所家更欢喜、更光荣。蔡主席啦，有庆祝，当然是更好啦。嫂嫂姐姐们紧盯着电视机荧幕，就怕错过这历史性的一刻。在家中排行老幺的苏家全，不过家人怎么也没想到，从小乖巧听话的他，现在竟然可以出现担任民进党副总统参选人。主持人看到大汉，你有想到讲有一天会变总统的副总统的候选人吗？我嘛想袂到，点点，啊，足乖，吓，伊啊嘛唔知啊。唔知讲大汉的，会遮厉害。总统参选人蔡英文老家在枋山，副手苏家全出身长治，两个人都是架杠的屏东子弟，相亲与有荣焉，更相信殷家沛在南台湾会交出漂亮的成绩单。三立新闻周晃明 SNG 小组。